大家好啊，小朋友啊，你哋系咪都试过生病呢？病咗嘅时候真系好唔舒服噶，又有今朝起身嘅时候呢，就有啲唔妥啦。究竟佢会点样处理呢？一齐听下以下嘅故事啦。我会注意身体健康，作者杨佑恩，绘者野人。喺故事开始之前，大家可以按画面右下角的订阅或者 subscribe 去订阅我哋 Story Corner 的频道。记住要按埋隔篱嘅小铃铛，当有新故事发布嘅时候，就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噶啦。有日朝头早，悠悠醒咗，觉得喉咙有啲痕，仲咳起上嚟添。妈妈听见咳嗽声，即刻过嚟摸一摸悠悠嘅额头，就话啦：啊，好彩冇发烧啫！食咗早餐之后，妈妈见悠悠冇再咳啦，于是就俾佢翻学。妈妈同悠悠讲：如果你再咳嘅话，我就带你睇医生啦。嗯，悠悠点点头。翻学之前，妈妈帮悠悠戴上口罩。并且叮嘱佢话：嗱，千祈唔好随便除低个口罩啊，费事咳嘅时候咧，将病菌传染俾其他人。悠悠好乖咁，嗯咗一声。但系翻到学校之后，悠悠就将妈妈嘅说话忘得一干二净。佢心入边谂：嗯，戴住口罩真系麻烦啦，反正我都冇咳，不如除咗佢啊！于是悠悠将口罩除低，放咗喺台面。呢个时候，隔篱位同学见到就问悠悠啦：你个口罩好靓啊，可唔可以借俾我戴下？好啊。到咗茶点时间，老师话请同学出嚟排队，一个一个咁样去洗手间洗手。我哋要食茶点啦。食茶点嗰阵咧，悠悠突然之间咳起上嚟，佢呢个时候咧先醒起自己嘅口罩，于是佢就问同学攞翻个口罩啦。呢个时候老师行过嚟话：悠悠啊，口罩系唔可以随便借俾人戴嘅噃，以后唔好再咁样做啦。知道啦，老师。放学嗰阵。妈妈见悠悠仲系不停咁咳，于是即刻带佢去睇医生。医生帮悠悠检查之后话：你患咗感冒啊，而且仲发烧添，呢两日就唔好返学啦，费事传染俾其他同学。咁你就留喺屋企，按时食药，多饮水，多休息，好快就会好返噶啦。嗯，知道。悠悠同妈妈讲，病咗嘅时候真系好难受啊，又唔可以翻学喎。妈妈就话啦，系啊，所以我哋平时要多啲注意个人卫生咯，多啲做运动，多啲食有营养嘅食物，咁咧就唔会咁容易生病噶啦。过咗几日之后，悠悠好翻晒啦，佢高高兴兴咁样翻学。佢学识咗要保持身体健康，做一个健康嘅好孩子。小朋友啊，悠悠睇完医生之后，好好休息，终于好翻晒啦。如果我哋生病，要记住出门要戴口罩，有需要就睇医生，准时食药，多啲休息。要避免生病，平时要注意个人卫生。多做运动，食有营养嘅食物。如果你中意呢个故事，欢迎赞好同埋留言话俾我哋听啊！祝大家身体健康，活泼快乐！我哋下次再见啦，拜拜。